早餐好了。出早餐。出早餐在那个台东高商对面，对不对？台东对。东商对面。对，到两点，所以你去喝酒，到早上还是可以来得及吃。喝到两点。我是说，你喝酒到早上，然后下次。他在东商对面，这家蛮好吃。他福建路的蛙桂，大家有吃过吗？有吼，福建路的蛙桂真的是我吃过人生最好吃的蛙桂。但是那个阿嬷她要开不开的，她几点到几点我是不知道，因为我都是喝到早上去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她几点开。不可以笑。好，小任师要推荐一下啊，太麦里好吃的早餐，肉羹面。你妈妈不是开粥店？你妈妈？对不起，我妈妈有卖粥，早上的时候她有卖粥，还有自助餐。在太麦里的哪里？警察局旁边，叫诚心早午餐。什么应该吧？你妈妈开的。诚心早午餐，如果你们有经过的话，可以去吃看看。可是要喝酒喝到经过太麦里也很困难。假使如果在太麦里喝酒。哦，假设如果那建和呢？建和有推荐早午餐吗？还要到建和哦，建和就是只有两家早餐店，没有推荐，就只有这两家。你们想要吃什么？可以到没有推荐，就早餐的旺仔鸡，旺仔鸡早餐吃旺仔鸡，哇，也是很饿哟。还是杨梅推荐杨梅的好了，杨梅这边有人在乎杨梅有好吃的早午餐吗？有没有杨梅人？有杨梅人吗？因为他是我们现在台上唯一的客家人。客家人，现在要讲客家音。那你讲丽家，丽家什么好吃？丽家，他没是没有店名。有啦。叫什么？你说那个很会排很久那一家。对，丽家有一家，他会有那个炒瓜牛。两角三。早餐有炒瓜牛。蛋饼吗？蛋饼对。炒瓜牛蛋饼。喜烙蛋饼。哇、wow、哦！可是老板好凶哦。对，老板很有个性啊。老板，等一下，重点是观众想知道吗？有啊，这边有人住在丽家啊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看后面的，我们念一次陈瑞莎粉丝后援会。今天我们真的吓到，因为我们以为今天是礼拜六，你们太多人了吧？你们大家没有事情做吗？明天是不是要上班？我们是吓到的哟，所以如果你们有来的话，拜托前面那个赞美箱投个50块啊、10块啊、100块哦。谁有投？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他又投了。哇，你可能是姓王的哟，王永庆的妹妹。谢谢你。哦，我在洗脑是不是？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前面的已经检讨两位了，现在到第三位了。第三位这个故事蛮精彩的，我们先掌声鼓励欢迎 Obis。Obis 呢是一个来自台东的朋友，他在台东的高雄的朋友，然后他来台东的饭店工作，然后目前来第三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好，那你先跟大家讲，觉得台东怎么样？台东还不错啊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台东还不错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好，那你今天要反省检讨什么？我今天要检讨的就是，我们先说一个故事好了。大家注意听，这故事非常的精彩。大家都知道我们还去练歌房嘛，然后一个地方叫蝴蝶谷。大家知道蝴蝶谷吗？好，不要紧，它就是一个卡拉 OK。好。然后某一天呢，我的朋友就崩溃了，然后就是直接大哭的那一种，然后他就崩溃在，他的肩膀上，然后呢？就是旁边有一个粉，就是旁边其他粉丝就以为说，哦，他可能跟瑞莎吵架了，还私讯陈瑞莎说，你跟雪雪怎么了？怎么会吵架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讲出来谁在哭了？哦，对呢，他的一个朋友就是直接乱讲一个故事出来，然后呢，他就在现场崩溃大哭，因为他得到了，就是他的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呢，就是说，哦。你不是我的菜，谢谢。是谁？重点是那个人是他介绍的。对，所以我今天要检讨的部分就是，我应该要适时的阻止我的朋友，然后我想要让他停下来，所以我今天要唱的歌叫做《所以我停下来》。所以，是我的故事吗？对啊，是你的故事。真的非常过分。然后就是有一次我在卡拉 OK 痛哭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唱这首叫《所以我停下来》，因为你在2020，你看着你的朋友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，对，然后还，然后你没有阻止他，然后还崩溃大哭，崩溃大哭，我很重吗？
来，你跟大家讲那个人哭之后说什么？来，我很丑吗？你讲一唱。我很丑吗？然后这样子。大家，我很丑吗？他凭什么说我不是他的菜？操嘞！啊！我真的太气了，没关系，好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 ，Obis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带来这一首《所以我停下来》。停下来，不要去喜欢一些不该喜欢的人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音乐，我们的乐手，谁啊？不要知道。因为你我也受不了，我们给大家五秒钟的笑的时间。哎，你也为你朋友太愤慨了吧？上回我可以点一个台啤吗？直接点酒，我想要喝一杯水。吧台那个一杯水跟一瓶台啤。那我们先聊。对。你要舒缓一下吗？好好，那我们请陈瑞莎讲笑话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他讲笑话，我不能笑哦。预备，开始。重点我有说我要讲吗？快点，不能笑。好了，就是有一次，我们店里面有客人的小朋友，很小，大概一岁吧。然后都听不太懂人在说什么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哭啊，因为要找妈妈，他就一直哭哭哭哭哭。然后我同事就在哄他这样子，就说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那样子。然后那个弟弟还是一直哭。小朋友最爱什么？假哭嘛。对。然后我同事就发现到他是假哭，就是都没有眼泪这样。然后我的同事就跟他讲说，如果没有眼泪的话，我们尽量先不要哭。真的是用尽量有对一个一岁的小朋友说。那你讲那个小朋友怎么样？小朋友就是不哭，然后看着他，想尽量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以后我们跟假哭的小朋友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弟弟啊，如果没有眼泪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先不要哭。啊，如果你要哭的话，你先用眼泪啊，后面什么样的合作我们再来谈。看你要玩玩具啊，还是你要喂奶，我们都可以去配合。但是先有眼泪，先有眼泪再哦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你们很捧场哎，啊，好不好笑？拍手。哎、欸，太把你的朋友很安静哟、哦，太把你的朋友，因为他们在等，我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唱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很远 ，Obis 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哈，好好，来我们带来这一首，所以我停下来。什么都没有。
我2021年不会再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了，然后我会时时支持我的朋友。希望大家2021年呢都可以找到应该喜欢的对象，哦，不要再乱哭了，于是不要再卡拉 OK 哭，很丢脸。然后双手打开，转一圈确定自己还存在，然后再跳起来，百试百一百，我需要你确定我的存在，所以我停下来，然后双手打开，转一圈确定自己还存在，然后再跳起来，百试百一百，我需要你确定我的存在，我需要你确定available 哈 ，available 大家听懂吗？听不懂，就单身的意思啦，来啦，帮忙介绍一下，不然我朋友会一直唱这首歌，唱了不好几年，然后又破音哟，又破音又哭。好，下一段表演呢，我真的需要大家的配合。